先合照，先合照。来，我们先从那个主题提到的这个两位的最左手边，一路看到右手边。好，来，一起森哥这边两个视线一起给森哥来一个共同的视线。好，来先拍一个那个两人看似貌似非常那个友善的两位好朋友，来先给一个假闺蜜来。闺蜜来了，好，来来，哎，假闺蜜，你看是假的，一个手伸，一个手伸出来，一个就是不想跟她比心。好，来正中央，森哥一样来看一下，好。来，接下来我们来饰演一个两人就是真的不对眼的真冤家，来拍一档那个两人互看不顺眼的部分。貌合神离的部分演完了吗？好了，那我们先来跟他们聊天。线上大家，两位好，大家好。江祖平刚刚说，因为有在直播，他今天在说话的部分会稍微比较保守。我就晋升了，我就不讲话了。对对对，我怕你们会被罚钱或不能播出去。他比较激烈的部分会用手语的方式带过。又是一个动作指导的概念呢、啊。好好，哎，对，试完麦克风了，我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以乔先来，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廖怡乔，我在《愿望》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江碧玉，谢谢。耶、yeah, ，来祖平。大家好，我是江祖平，我在《愿望》里面饰演任性跋扈的千金名媛孙丽红。嗯，好，祖平这个印象，就包括今天啊，日常啊，大家看到你永远都精神奕奕，然后看起来都是亮丽非常的这个让人这个炫光夺目的感觉。戏里面这次又再次用贵气的角色，你的形容词用完了吧？一点点，蛮有这个感觉，都快要炫光，快要变成闪光了。对，好啦，你这次因为角色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你的行头还有各方面，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这次扮演角色的个性，好了，好吧？孙丽红的部分，就是一个富家千金，从小被养得很好，然后予取予求，想要什么都得得到，然后非常任性，然后所以渐渐演变到一个唯跋扈，唯跋扈的，你唯字会下得太名媛，对，唯。唯跋扈是你本人对这个角色部分的现在的演绎的方式。我跟你讲，本来真的是唯跋扈，但是在遇到他之后，就是从小的一个马上拉高，就是恨的对象，讨厌的人，哦，真的，然后马上就从七满到十五。了解，唯跋扈就变成超跋扈，然后两个就是互看不对眼。嗯，好，欢迎以乔来加入我们的全新的台湾台八年档大戏。那也要请以乔介绍一下这次江碧玉。哇，听说我们看到的片段跟你真实演出的这个角色个性有还蛮大的这个戏剧性的落差，跟我们介绍一下。对，这落差蛮大的，因为我知道现在放出的两篇预告里面，感觉我这是在里面很多温柔婉约，或是有比较苦情，有些哭泣，是，然后逆来顺受。但是完全没有，我目前拿到的剧本真的是每一集那个情绪都很激烈，激烈，对，非常激烈。就是不遇到丽红这个角色的时候，真的是两个人水火不相容。在里面其实真正的小媳妇不是我们，是小义姐，小义姐才是真正的小媳妇。我连在旁边看她，我都觉得天哪，你好可怜哦，你需要这么卑微这么委屈吗？我的角色碧玉在里面是，如果人家来找我吵架，我也会给他怼回去的，我也会给他颜色瞧瞧。人家来找我打架，你给我一巴掌，我回你两巴掌那一种。对，所以我每次拍完的时候回去其实很累，我都会躺在地上。听到了吗？都是他打我。对，我真的没有在手软，所以没有手软。对，挑战蛮大，对我来说真的是我目前演过最难，然后最多不同面向的角色。但我非常感谢，就是这出戏我可以跟祖平哥对戏，真的，他根本就是我的那个武术指导一样。武术指导，因为我以前比较没有拍过这些戏的经验，就是很讲求那个节奏啊，动作那个要好看，我真的。我第一场拍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跳拍嘛，我第一场拍完的时候，我回去就是一方面很感恩，一方面也很不服输，一方面感恩想说导演还有祖平哥现场教我很多指导，怎么样去拉人家头发，怎么样跟人家对呛，然后但是我不甘愿，就想说，我怎么今天就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让祖平哥肯定我，对，因为他
真的很厉害，真的就是他、我们拍这么多情绪很重很激烈的戏、基本上就是没有在管形象的，了解，可是他真的在里面很美好看，美，怎么有人可以吵架打架也这么好看，对啊，真的是天生丽质啦， 我很佩服这一点，怎么演都漂亮，对，真的很棒。我在里面这次的角色，我觉得那个大家看到预告好像逆来顺受苦情小媳妇那一面，那真的只是里面的某部分而已、另外很大一部分大家没有看到那个冰山下面一大片呢，是，都是我的对手员激发我很多很棒很有力道的面向。 好啊，那就是以乔留下的敬请期待的部分，就真的等到戏上档之后。不过呢，真的私底下听刚刚以乔在讲，还有真的听到那个主评的朋友，其实认识主评的人知道他对人的照顾啦，包括对戏的时候，一定会在事前做非常多的这些大家的交流跟沟通。然后主评其实是一个温暖的人，可是这个戏这个角色看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温暖。所以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到底给自己就是怎么虐待你自己在过日常的生活？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回家的生活中其实就是装高傲啊、哦、真的、哦、对，就是装高傲，然后什么都不屑，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对，通常都是我来挑事儿，然后但是他打我他说我一直这样叫弟弟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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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啪一巴掌过来都你在预告我都已经打你了，通常都是这样。哎、欸，他说你很照顾他、欸，他说你们要演打戏，你还是跟他对半天的、欸。没有，就主要是因为要跟他对打的人是我呀。对，他教我怎样。保护对手就是保护自己就对了。对对对对对，互相、互相。对啊，那你们两个这样听起来根本就武打片，你喜欢拍这种女人打架的戏吗？这样作品？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宁愿选择哭戏。我真的不喜欢吵架，因为我会，因为我台语本来就不好，我会咬到舌头。打架的话真的很傻，很耗体力，而且那个频率，就那个分贝会弄到你真的，真的是会呕吐的那一种。哦，要拉到很高，因为你会让他情绪胀很满。对啊，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在街边路边，然后蕊戏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演这个角色，我每一场情绪很多都要拉很满，然后我也还在习惯这些事，所以那时候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声，大家说小声点，小声点，把他警察要来了，然后我就改成蕊戏的时候，然后说了，我怎么讲？然后等到正式来的时候，才可以把音量真的放出来。因为那是夜戏，又在住宅区，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对，真的很不好意思，感谢大家的包容。有啦，他刚刚廖以乔说你们在路边拍戏拍到差点要报警，然后就是演得太真实了。演戏啦，你们两个人都是全力以赴，感觉上这样子才会让戏更真实。那这件事情就不要问廖以乔了啦，来问一下江作平的看法。哎，他第二集就跟陈冠霖接吻，恭喜，恭喜，恭喜。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先一亲方对啊对啊，你是男神毕竟也是，那你亲到皇上起了没？还是有他亲到了，我还没看到就对了，就是侧脸而已啦，那个哦侧脸他们亲嘴，上一档亲过了，这档要亲什么啦、这档貌合神离啦，哦貌合神离，那所以在戏里面你跟少奇比较不会有这种目前思考上不会有亲密戏的部分，目前的剧本还没有这一趴，还是你不想演，还是你怕演不好？那我没有什么要求的，但是可以敲敲完。对，但反正我先讲的是，我现在目前出现小王啦、啊。哦呀，我有个不小心的一夜情。哦、对，但里面。哦呵。One night 跟结束。结束结束。我刚廖以乔许愿，他说其实他在戏里最想亲的是你本人。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直播结束，拜。我觉得，哎，我听说主评这是为这个角色贵妇嘛，然后你去买东西，现在都用包色的方式处理你的购物清单吗？是这样。因为我很懒。我很懒，然后看到适合的，然后有颜色好配的，就是基本就三个颜色就买来配这样。是。不过根据你的公关好朋友跟我们转述啊，说因为你在戏里面啊，为了让自己太激烈，所以就算你穿上毛毛鞋，他感受不到你的什么女人味。这个部分你有没有？毛毛鞋什么意思？毛毛鞋啊，或者那个也是有高度的呀。但他说没有，没有太气势。哦，你要气势，因为力宏就是以气势取胜。了解。对。所以你出来就是一定要气压全场就对了，不能输。对，他 always 都要高我半个头。Of course。了解了解。而且我就算是连跳交际舞、吵架，然后奔跑。都是这么高的高跟鞋，谢谢。啊、真的吗？对啊，对对对，你说你有擅长穿高跟鞋跑百米的强项，哎，真的讲这样子跑起来之后，你
身体上会刺激你演技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发挥吗？因为他真的很痛啊，就是 just 气场，气场，对，气场不一样。嗯，穿这个跑步跟穿高跟鞋，穿高跟鞋吵架跟穿布鞋吵架真的不一样。哦，对，了解。但在你戏里面，光是这些造型，其实也过足了一些苦头。不过回到戏中，还是要让主评来讲一下，就这戏里面这两个人啊，他们的过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冤家对头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是高中在一所学校的，然后我很看他就是超级不顺眼，因为他是我们家司机的女儿，对，但是他就是你知道样样比我好，然后就有点微不爽。哦、当然我也不是差啦，我是第二名。嗯，对，就是很不爽，就是当第二名之类的，是，然后就很想要弄死他。所以那以前在就是有一段这样的青涩的岁月，那在那段青涩岁月当中，以乔你是忍气吞声哦，还是没有啊？他也没有啊。我就说，哎、欸，我也实力取胜第一名啊。因为他省油吗？没有，他是放火那个。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们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后面有引发更多的事件，加深那个仇恨值、嗯。对，所以我本来是一度是恨他，恨到想说恨我们一起玉石俱焚那种感觉，做活死。对，但是后面是因为又遇到了一些事情跟别的人，我才放掉这个念头。但没有想到多年后又再遇到，又在交情中。原本以为说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都有小孩了，哦、对，算了，放下了。他想要和平相处，殊不知，殊不知。哦，听说你要到他家去那个一起生活了，在戏里面。哎，对，已经去过了，已经去过他家了，会变成一个不小心常见面的关系。有有，他刚刚有为了这个秦萌打红的这个部分，他觉得很嗨，他说戏里的角色啦，对啊，但是因为主评在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惊世媳妇，你会为了你会担心这个角色一开始之后就会引发观众肾上腺素，看着就是很嗨，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一些什么那个。因为也不是第一次演坏人，我非常不排斥。但第一次就坏人，我很喜欢，蛮喜欢演坏人。就一出场好像就给人家这种感觉。以前其实也不能说是一出场就是坏人，就是任性，任性，很任性的。但后来才变得渐渐的无理起来，然后就变得很坏。然后其实我就是高高在上。那因为刚刚讲到这样，讲到这边，这个力宏好像一无是处。可是我知道你在演有钱啊，不好意思，失礼。有钱漂亮就任性啊。本来想要回到个性的部分，有关系值得出来宣扬的内涵，那但现在听到出来是比较肤浅，关于财富的部分。他的个性上呢，有遇到什么会比较稍微柔弱一点吗？还是没有就一直遇到少奇会比较柔弱？哦，就心里基本上还是爱他的，就还是爱盛强的。了解了解，我跟他真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爱情上，只是后面因为就是我对他的爱有点微扭曲了，对，好，再来最后一个问题来问一下以乔，我们听说今天算是妆法很完整的一个部分，在戏里面其实没什么在化妆，是这样子吗？对哦，里面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历经沧桑，然后努力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对，就是。我们家就是一群社畜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定妆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因为通常都是你可能要染发，整个要不要一致性比较好看嘛。然后定妆的时候，他们说不用不用不用，你甚至有白发更好，很自然，因为你就是没有心思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打理你的外貌，就是一个干净整齐就好。所以这一次我的妆发服真的相较之下是。比较轻松的，难怪你的说话时间都比我少半个小时，而且我都穿平底鞋跟你打，是真的。那个祖平跟以乔这次演的都是小孩很大的妈妈，以前比较没有到有这么大的小孩过，有啊有啊，天教的时候就有啦、那你对你小孩还满意吗？够帅 ？OK 啦，还行。但是我一直说千寒是我领养的，但殊不知其实我最疼他哦。对啊，他里面真的他的爸都跟妈妈真的是完全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当他开始在生气，就是在对四叶草生气的时候，我看着想说我生的就有那种赞许的眼光，对，他是我生的，是真的很棒。哎，不止那个母亲辈的有一些恩怨，你的女儿跟他的女儿好像也有一些，然后你女儿也很大，廖以乔，你这次女儿算最大的一个，女儿是薛瑜饰演的。对，我觉得这部戏其实女生的部分很多很精彩的地方，不是说是两女这样子互不相让，母女的部分也很有趣，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就是两个不同对照组，
就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女那感觉。然后你对你的女人就是你很爱，可是她也某方面跟你很像，所以两个也是会冲会吵什么的。可是就是这样子，又爱又吵，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火花。是，对。好了，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预告片在线上已经开始在播映，包括在频道当中。我相信今天透过这直播，也让观众更知道两位即将要来这个八点档当中，这好好大展身手。最后，主评跟大家先就是呼吁一下，准备来看戏，好不好？我们还不说播出时间，就也不用多说了啦，就是关注就对了，拜托，谢谢啊。好有礼貌哦，谢谢大家哦。我们今天主评哥用非常温柔的方式，还微露相间来跟大家见面，戏里面还会有更多的镜头，好好跟你们分享。旁边那个女孩要一跳，没礼貌哎。不是啊，她今天真的，我在戏里看她是，她就是有一种。哇，真的就好像就是完全就是从家里出门，然后这衣服换一换就可以去拍戏，也不用化妆哎。大家真的为这个戏做很多付出啦，希望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锁定。谢谢，谢谢主评，谢谢李乔。好，我们这个访问的部分先到这边，继续进行拍照的部分。来，收拥抱哦，好好。来，这是我们的这个丽红跟碧玉，今天我们第一次一起跟大家见面。那两位呢，在戏里面呢，真的是冤家路窄啊。来，左边来一下。好，一路这样看过来，好了啦，好不好？先看这一台，然后再看这一台，好，第二台，好，来第三台，好，第四台，我们就一路看过去，然后再来就独照了，好，好，那第五台绿色上衣的第五台，好，来森哥这一台，好，来森哥这一台，好好好，来森哥左边这一台，好好好。那最右边这一台，好，来楼上二楼有好几台，看一下，左边这边还有背对背，背对背吗？好，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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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吗？来来，左边。好，来再往转给森哥一个。好 ，OK 了吗？大家，好来来，换个组照。来最右边。好，好，江碧玉哦，这个廖永强所饰演的，在这个愿望当中呢，他的男伴是我们的男神陈冠霖。那学生时期就跟今天看到的这个丽红，这个两个人就结怨了。不过呢，在结怨过程当中，还导致双方出现了这个一方的家变。而这个戏剧呢，一开始大家从年轻人起，不过呢，一开始这位碧玉就是个苦情的妻子，失去老公的英俊很多年，还让他们一度家庭几乎走投无路了。那当时还知道自己怀下了身孕，是一个坚强的单亲妈妈。不过一路上一直在找老公，对她的这个旁边的人呢是。很有个性的角色，谈起他的爱情观，在女人又是逆来顺受的样子。到底戏里面的碧玉开展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愿望上岗之后再跟大家好好分享。好，李乔独照部分 OK 了吗？谢谢。来，我们请主评来，是我们美丽的主评哥。好，大家喜欢这样称呼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温暖亲切的人。不过这次要演一个骄纵的妻子。傲娇的千金，或者自己要刚才来生出了一对傲娇的儿女，但是呢，他一定有他值得被探讨的内心故事。年轻的时候，这个人真正好强，十多年来还跟谁有心怀旧情节，争吵不断。一群女人的对战，将会在戏剧开展之后看到张祖平饰演的孙丽红展开她非常惊世的女性角色故事的展演。这是这次愿望当中女主角江祖平所扮演的孙丽红，不知道会不会 OK 了吗？如果可以，我们来进行联访的部分。来，瞧，啊，再补一个，哦，好好好，还有肩膀，果然还是最香的地方。现在在拍的是他肩膀的部分，可以，哎呀，笑容可掬，甜美温馨，只有今天才有哦，看戏就没有了，不好意思。好，来，可以了吗？